哇，宝盒好靓喎，等我打开睇下系咩嚟嘅先。金光闪闪，望真啲，原来系 iPhone 6s 喎。呢个系由英国公司将全新嘅 iPhone 6s 以真金打造机壳，就连 SIM 卡卡槽都系用真金做。开关掣就用上咗红宝石，唔单止系真金款式啊，仲有钻石、原彩、巴黎钉等等嘅款式，材料可谓唔贵唔用啊。但系点先知佢系咪真金呢？金铺老板就话有证书同埋写上24K 金，大多数都系真嘅。不过又话证书都可能可以伪造到，所以睇你信唔信啦。价钱方面，如果以真金打造嚟讲，一部要48,900蚊。有钱人嘅玩意你食咩啊？未必人人都觉得唔抵嘅。咁我既然攞住呢部真金嘅 iPhone 咧，咁就梗系问一问街边嘅市民，佢哋会唔会对呢部 iPhone 有兴趣啦，或者觉得抵唔抵啦？一齐去问下。你觉得呢部机个成色点咧？几靓啊，几特别咯，咁系咯，尊贵咯，感觉系。咁我话你知个价钱啦，呢部机值50,000蚊，你买唔买？买唔买啦？买唔起，太贵啦。如果佢卖50,000蚊，你觉得抵唔抵咧？真金啊？系。抵嘅。抵。即系50,000蚊买一部真金嘅 iPhone， 你觉得系抵嘅？系，我啲金都唔止啊。呢部机值50,000蚊，你会唔会买？唔会。原因系咩啊？冇需要买咁贵嘅手机，同埋用金做嘅话系都系冇需要。都系嗰句啦，有钱人嘅嘢，你食咩啊？